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慈爱怜悯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拣选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黑暗，引导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从前都是愚昧的，你却把圣经赐给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我们内在的生命得以更新。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献上赞美，求你悦纳。以上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以一颗喜乐的心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旧年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饮酒，我的生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饮酒，我的生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是永远的神君王。
知道吗？九组做你的牧者是多么有福的事吗？你可以不必再惧怕，主要带领你脱离缺乏的恐惧，胜过未知前途的恐惧，甚至你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在你一生当中，神必永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我要看见你国度将在这里彰显，将你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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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大君王，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欢迎你在我们中间，荣耀耶稣，耶稣，耶稣。
诉主耶稣，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我的牵挂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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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大君王，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欢迎你在我们中间，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荣耀荣耀下面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我们来向他来祷告，向他来祈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所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来向你祷告，也向你来祈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和能力恩典都归给他。我们特别感谢天父上帝派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世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他甚至被世人藐视，被人厌弃，常常经历忧患痛苦。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也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服侍的榜样，好叫我们可以来效法，来跟随我们主的脚踪而行。他当他在世上被审判的时候，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微笑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是我们既然能够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主的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今天的主的崇拜祷告，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特别是为讲员欧牧师也祷告，求神你赐给欧牧师宝贵的话语和信息，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主耶稣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从天上来到人间，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为我们舍命，成了世人得救的赎价。我们也是继续来到天父上帝面前，为着在疫情期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爱心，他们所献上的十分之一，也求神来亲自来悦纳，也来使用，巴不得是能够更多的人有机会 一同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来认识他。我们也是特别是把今天整个聚会都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上，求圣灵宝贵师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以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和第十四章的经文。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十四章五十一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今天的经句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两遍。来，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并且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加拿大华人神学院院长欧云玉牧师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和信息。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欧牧师。各位平安，在新春期间，我们恭喜大家，主恩常在，恩上加恩。在牛年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有力量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来面对我们人生各种的挑战。今天我们是来到主的跟前，我们一起的来思考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说牛年到了，福也是到了。牛在我们的日常的那个生活里边呢，是代表着呢一个非常勤奋的奉献的一种的人生。那牛它的性情是温顺的，并且呢它是肉可以贡献出来给人享用，它的奶也是可以给人来有丰富的营养，它的皮也是可以做皮革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一种的精神。在圣经里边呢有四福音呢，初期的教会呢，他们教父们呢，他们是用以斯帖书里边所讲到有四个活物的，这四个活物有四个的面貌的，有狮子，有牛，有人的面貌，有鹰的面貌。于是呢初期的教父呢，他们就把福音书用以斯帖书里边这四个的活物，也是启示录里边所讲的来形容。马太福音是狮子，讲到呢
他是王。然后呢，马可福音呢是没有家谱，也没有很多的言论，是讲到他出来就服侍服侍，好像一头牛一样。然后呢，路加福音呢是非常人性化的，他的朋友啊离世了，他就哭了，讲到耶稣的那个人性化。然后呢，在路加那个约翰福音呢，一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讲到他非常高超的那个神性，说呢是用鹰来代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里边呢所讲的这四个的活物，这四个的活物中间的那个牛，它是如何的一生来奉献，摆上它自己来贡献出来，奉献给人。所以呢，马可福音的那个中心的那个的经文呢，是在第十章里边讲到呢，人子来了，并不是要人来服侍，来是呢要服侍人。讲到呢，人子来呢，来是要服侍人，并且呢是舍命的，做多人的赎价的。他一生就是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出来，然后呢完成了救恩，把罪人呢带回到回归到上帝的那边。今天呢，我们主要呢是看什么呢？是看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边呢，有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它记载一个少年人，没有讲名字啊。当然了啊，一般的解经家呢就认为呢是马可呢啊，这些马可福音的也是保罗的同工，也是后来呢跟着彼得的这位少年人啊，把他隐藏在里边，写在这边。但是呢，你留心来看的时候呢，在十四章的五十一节里边呢，他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留意啊，跟随耶稣。当时众人来抓耶稣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呢？他呢丢了麻布，就说把他的外衣丢了，然后赤身的逃了。那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要记载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好像是完全 没什么关系的。 好像呢这个少年人他就是本来跟着耶稣的，然后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呢他就逃了。那究竟呢，他在马可福音里边马可要表达的什么一个信息呢？我们今天呢是趁着流年的时候呢，我们思考耶稣基督他的服事，他好像牛一样的来奉献自己的，来舍命的做万人的一个赎价的，跟这个年轻人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呢我们来看，你留意呢，他这边马可呢他的用词呢，这整本马可福音书里边呢前后的用词呢是非常的刻意的并且呢他里边呢是透过一些的文字呢来表达出来的。麻布这个字呢出现的时候呢是讲到那个少年人把他的麻布呢外衣呢把他丢了，然后做什么呢？然后逃了。逃走呢，你看在十四章的前面所讲的五十节里边呢，是讲了当时在那个克斯马尼园的时候呢，那兵丁来了抓耶稣的时候呢，门徒就离开耶稣了，逃走了。本来这一群是跟随耶稣的，耶稣的追随者，但是呢当困难来了，他们竟然逃了。然后这个少年人他也是一个门徒，也是跟随着耶稣的，他也是丢了他的麻衣逃了，并且特别的提到他是赤身的逃。你看就是这样子非常羞愧的一件事落了身体，并且呢不能好好的跟随耶稣，是蒙羞的，是个羞耻的一件事。那不论是他跟那些的使徒们也是如此，
都离开了耶稣。那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一回事？为什么马可福音书里边要记载这样一个年轻人，这个少年人啊，赤身丢了麻衣来逃了？麻衣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书里边，除了在十四章出现以外呢，这十五章呢再一次的出现，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要留意啊，就是用词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词汇。这十五章里边呢是记载呢，耶稣已经是被抓了，然后呢啊被审，然后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完成了他的救恩。当时啊被钉在十字架上，讲了十字架七言的最后一言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然后呢啊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神。那当时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他已经啊离世了，完成了这个救恩了。然后当时有一个的门徒叫约瑟，他呢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一个人，他就买了四麻布。这麻布这个字呢，同样是讲到那个少年人赤身逃跑的那个少年人的麻布一样的，同一个用词的那个原文里边。然后呢是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用麻布把它裹好，然后放在呢啊一个磐石中所找出来的坟墓里边，并且呢有一块石头把它挡住那个墓门的。那这块麻布是用来包裹耶稣的身体的。那你看当时那个少年人跟门徒们也是一样的，都是在羞耻里边。那怎么来遮盖那个羞耻呢？竟然在马可里边呢，他提到呢耶稣基督的啊这块麻布裹着他身体的，确实能够呢包裹遮盖人的羞耻。那你看多么奇妙，就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人从罪里边拯救过来。你跟我呢现在呢，如果是单是活在我们的人生的哪边没有耶稣的话呢，上帝的震怒藏在我们哪边的，那我们哪边是有羞耻的。那你看当人犯罪以后呢啊，在伊甸园的时候赤身裸体，他是看到自己羞耻啊，于是呢他用挖果树呢编的衣服呢来遮盖他的身体，遮盖他的羞耻。但是呢耶和华神说不行啊，人的方法不行，无论是人的道德、宗教、科学、哲学等等都不能遮盖我们。然后呢他用动物的皮子来编成衣服遮盖人的羞耻。那个羊羔必须要被杀流血，然后皮子剥下来编成衣服才可以修改遮盖人的羞耻。所以马可福音里边呢，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在第十章里边，人子来他不是要人来服侍，来是呢要做多人的赎价。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呢，这个年轻人啊，他本来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呢啊，人家困难来的时候呢他就逃了，等显露出他的那种的不能啊好好的跟随耶稣。但是呢耶稣基督竟然用他的身体舍命的来完成救恩，来遮盖我们的羞耻，遮盖我们的罪。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你要明白除旧迎新，我们要过一个好年，要把不好的把它除掉。那这个过去一年不好的东西很多了，但是呢最基本的有一个呢，乃是我们跟这位的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的罪以至到呢我们落在一种羞耻的里边，在罪的那种的面对神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的患得患失，有一种恐惧战惊的，上帝的震怒会藏在我们的里边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竟然用他的身体，用他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
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涂抹我们的过犯，这个麻布裹着他的身体，甚至遮盖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蒙受他的恩典，不但是遮盖我们的那个的羞耻而已。那当时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少年人。在马可福音书你要留意查经的时候呢， 你稍微要注意一下，少年人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呢只出现这两个地方，刚才十四章里边。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十六章，十六章的里边呢出现另外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当时呢已经耶稣啊埋葬了，三天以后呢复活了，复活以后呢啊有几个的妇女呢就到了那个的墓里边，就用在磐石里边凿出来的那个墓，竟然呢看到那个啊挡在那个墓门的石头被滚开了，巨大的石头了啊，然后呢他们一进去看到那边呢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天使啊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是天使，但是呢马可呢特意的用少年人来讲，看到这个天使这个少年人坐在那个啊安放耶稣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地方的右边，并且呢特意的描述呢他是穿着白袍，穿着白的袍。白袍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书里边也只是出现两次，在十六章里边，然后在之前呢有提到一个白的白袍，白的衣服的，是形容谁呢？形容耶稣基督呢在山上啊变化身体显露出他的荣耀的时候呢，那边当时有以利亚有摩西跟他一块，然后呢门徒彼得约翰啊雅各啊他们就看到了耶稣呢在山上变形的那种的荣耀。然后当时怎么描述呢？马可福音的描述呢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呢，他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么的那样的白的。那你看这个白袍，不论是麻衣包着耶稣的身体的麻衣遮盖人的罪，并且呢进一步呢他把荣耀把一个的洁白的衣袍白袍来取代了人的羞耻啊，这个是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各位弟兄姊妹，荣耀取代了羞耻，这就是一个福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福了，福到了。那我们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盼望呢有福气能够临到，最好的福气乃是把我们不论是过去一年的霉气把它烧掉，更加呢是用荣耀，是用一个荣耀的冠冕来遮盖我们，不是新冠病毒的 来侵犯我们，乃是是荣耀的冠冕来到遮盖我们。所以呢整个福音所讲的是什么呢？什么叫福音呢？我们说呢福音来说呢一个佳音，来说呢整本圣经里面所开展出来告诉我们是讲到神是爱，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我们跟他重新的建立关系，把永生赐给我们，把今生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所以呢在福音书里边呢，愿福音很出名的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恩典，并且是恩上加恩，并且是福气福上加福，是给我们一个的荣耀的白袍，荣耀的一个的冠冕，来遮盖我们人的罪，遮盖我们里边的那种羞耻，那种恐惧感，那种的失落感，让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
本来我们是活在一种的没有盼望的里边，我们面对了疫情，面对了人生的终极，我们都会感觉到有恐惧感，感觉到我们没有一个把握，明天如何也不知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去哪里也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位永恒的主，从亘古到永远的这位的主，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他愿意把永生赐给人，不但是将来的事，那是我们今天，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接受把这个福气进到我们的内心，进到我们的一家里边，那我们是可以领受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并且呢，那个丰盛一直延伸到永恒里边，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多么好！并且呢，跟我们挚爱的家人啊，他们有永生的，也同样的可以一起的来领受。所以我们说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荣上加荣的，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你愿不愿意呢？打开你的心门，在新的一年里边真正的领受到这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这位好像一头牛奉献之子的，全然奉献给我们的这位的耶稣基督，你愿意的话呢，你同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来迎接这位的主，他爱你，不愿意我们灭亡，愿意我们得到永生的这位的主。那我们说福已经来了，并且呢来到我们的一家，我呢是第一个信主的，在家里面，后来是我的母亲，后来是我的姐姐，后来是我的大哥，最近是我的二哥。那一个人信主，福音就是借着这个人进入他的全家里面，让他的全家都是能够蒙恩的，并且能够呢福上加福啊，利上加利的。那我们进一步的来看，本来我们可以停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讲，因为呢在十六章里边呢讲到那个天使，那个少年人穿白袍的那个，然后呢他就告诉那些的妇女，到了那个墓地的，看了那个耶稣他不见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了。然后呢这个少年人，这个天使呢就告诉妇女，你们去告诉他，就耶稣的门徒，并且呢不然是门徒们来说呢，提名讲到彼得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因为呢你知道彼得呢，彼得他是性子非常冲动的一个人啊，他呢非常爽直的一个人。那当时耶稣说要去耶路撒冷面对呢这个十字架的，他说哎，主啊主啊，你不能去啊啊，然后主说呢，那我必须去啊，那我必须要在那边呢完成这个救恩。然后这位的彼得说，哎呀，众人离弃你，我不会离开你的。但是呢在十四章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少年人的那段经文的时候呢，上文呢是讲到耶稣就预先告诉他，我实在的告诉你啊，在今天夜里啊，鸡叫两遍以先，你会三次的不认我。那这位的彼得说，哎，众人离开你，但我不会的。耶稣说，真的吗？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彼得你一样会跌倒的，果然是如此。后来呢耶稣被抓以后呢，彼得跟着远远跟着耶稣到了那些府地的那边那些的人说，哎，你是加利利人啊，你是耶稣的一党。哎，不是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当时他第三次的时候呢否认了主，不认主，然后呢鸡就鸣叫了，三次的否认主。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对不对？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主啊，我愿意侍奉你，但是呢，遇上困难来了，遇上了一切的，无论是外在的困难，内在的一些困难，我们那边的软弱，我们的那个老亚当，我们的那个旧人，那种的败坏就显露出来了。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那你要知道呢，没有一个人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啊完全的跟随耶稣的。那我也知道呢，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我也知道呢，我也是多次的跌倒的，但是呢，主的恩典还是这样子扶持我们。你看在旧约里边有一个的先知约拿，他哈、啊、本来耶和华神呢要他去尼尼微，去东北边，然后传讲一个悔改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他认为呢，那些的尼尼微人呢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敌人，于是呢，因着民族主义的那种心态呢，他就不去，就往西边出海，坐了大船，但是呢，神还是把他呼喊回来，透过一条鱼把他啊吞在那个鱼肚里边，然后呢又把他吐出来，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然后走到尼尼微，满身都是鱼腥灭味的，然后一边走，从城的西边走到城的东边，一边在那边喊什么呢？他不是啊振振有词的来讲到啊好的消息，他说我了，灭亡了，灭亡了，就这样子从城西一直跑到城东，灭亡了，灭亡了，就是这样子。结果呢，全城的从王帝一直到庶民都悔改，因为呢，你要知道，亚述人呢，他们其中拜的有一个神呢是鱼啊，说他们有的祭司呢是穿着鱼的那个服装的。那这个人约拿，他满身都鱼腥味，然后呢说呢，在大海里面被鱼吃了，然后又吐出来，然后现在呢传给他们一个信息，要他们回转过来，悔改，说他们全程都是这样子啊，愿意悔改。那一个人软弱的彼得，他曾经2-3次的来否认主呢，但是呢，主呢还是可以用他的，主还是可以呢让他起来差遣他，甚至呢把他天国的钥匙，甚至呢把教会托付给他。那你看，那么重要的一个的人物，他的一生的里边都有软弱跌倒，何况我们呢，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人。当试炼来了，攻击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跌倒，但是呢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流年的时候呢，你要明白啊，神是爱，神愿意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可以起来的，那我们对他呢必须要产生一个的回应。那你如果还没有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话，你要打开你的心，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他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他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不但是如此，他更是把荣耀的冠冕，把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代替了我们的那个羞耻，不但是遮盖，并且把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那甚至呢，我们如果是软弱的，曾经有跌倒过的，我们可以再次的靠主的恩典，我们来起来。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心，这一年是一个扭转我们人生的一年。这个扭转不能是一头牛的那个牛，那是逆转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本来走向一个虚空的里边，一个灭亡的路上的，但是呢现在呢啊，上帝的爱领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不能是将来我们有永生，那是现在我们可以跟神
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领受一个主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一个生命。而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人生如果遇上了挫折有跌倒的，但是呢你要知道神爱我们，给我们第二次机会，那我们要起来，我们从我们的软弱里边靠主的恩典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起来，求主祝福，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流年里边真的是啊，好像牛一样的壮健，好像牛一样的充满着精力来啊面对明天，来侍奉主，来冲破一切的困难，我们一直往前走，更加的蒙恩，更加的得力。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活着为耶稣。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欢迎那些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新朋友，假如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国语堂的崇拜聚会，我们欢迎您，也盼望您以后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很感恩今天借着网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主日上午9:30我们都有这个网络直播的崇拜。在崇拜之前我们有一个聊天室，也欢迎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可以提前进入到聊天室，我们彼此问安，也能够增进我们生命的连接。提醒弟兄姐妹们，下个主日我们是有主餐的崇拜，请在家里预先预备好饼和杯，我们一起借着网络，我们在主餐中来纪念耶稣基督十架的爱和救赎。主日程序单登载在麦进的网站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可以从网站上下载，来了解我们教会各样的活动聚会和安排。今天的报告事项也都在这个程序单的上面。每个周三晚上7:30我们有祷告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参加。在祷告会中，我们为教会来守望，我们也彼此代祷，在祷告过程里，我们一起来仰望和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眷顾。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借着电子转账的方式，或者是 PayPal 捐赠计划，或者将奉献的支票邮寄到教会，或者也可以把现金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带到教会，投入教会的奉献箱。今天主日崇拜结束以后，在11:00我们会有一个联合的成人主日学，所以今天的其他班的主日学全部取消，我们就国语堂就一个联合的成人主日学，由欧云逸牧师来主领我们这个主日学，主题是从历代志看危机化转机，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到时候能够进入这个Room Meeting 里面，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这个星期四晚上8:00我们会有国语的读经分享聚会，这一次的主题是从风闻到经历神，由Tina 老师来带领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同样预备时间能够来参加。3月份开始，就下个主日开始，我们有国语堂的春季成人主日学，这个学期我们有6个班的主日学，有福音班，有初信栽培、
初信成长的价值观，有旧约众男的列王与先知，有旧约的书卷创世纪，还有新约的书卷哥林多后书。各个课程的简介登载在我们主日的程序单，也会更新在我们国语堂的网页的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从网站上能够来下载，能够来了解。今天下午2:30，我们会有麦城浸信会的第一季度的线上会友大会，相信会友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得到了教会寄给我们的一个链接，还有这个确认的号码。因为参加会友大会的弟兄姐妹很多，所以我们在2:00就开放这个会议，大家就可以登入。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提前15分钟到30分钟来登入报道。那具体的报道投票的程序，还有我们会友大会的一个议程，都登载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网站上面，也在我们的程序单的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事先到网站上了解一下就会议进程的一些的议程，还有投票的那个程序。教会办事处从明天开始，就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恢复开放，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把现金的奉献或者支票的奉献带到教会，或者如果需要到教会办一些事情的话，也请可以事先联络我们的办公室。那在这个上班的期间，就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可以到教会来。那我们目前教会的出入口仍然会关闭，那弟兄姐妹们可以从西门或者从北门按门铃来进入。好，今天的报告事项就到这边，下面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同心领受神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